希望透过中央政府有系统的强化我们人力资源的一个中程计划，每年按照比例来奖励来补助地方政府增加消防人力。第二，我们希望编列专案的预算，加速车辆以及装备的汰换。第三，我们希望可以整合地方消防局的资源，筹建一个国家级的搜救还有救护的这个救护队的系统，所谓一个 national 全国的SAR Search and Rescue 跟 EMS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NSREMS 的系统。我们希望透过提升搜救跟救护的能量，我们来补助地方的消防局，我们来整合出一个跨县市、一个全国性、一个符合联合国、符合美国认证标准的一个重量级的一个高级的搜救救护队，在国内如果发生任何的灾害，可以由中央政府来统一的调度、统一的指挥。